2017年，新的春天，新的开始，天父赐给我们新天和新地。我们看见和平的小白鸽，衔着新绿的橄榄叶，飞进我们的生活中，带给我们盼望的好消息。本主日，林牧师讲到的主题是兴起发光之二。今年天桥教会的春节感恩礼拜时间是在1月28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举行，隔天1月29号是大年初二，礼拜天的第一堂及第二堂的聚会照常举行，但不举行第三堂的聚会。邀请弟兄姐妹在大年初一1月28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回到天桥教会参加新春感恩礼拜，彼此聚会向神献上赞美祷告，同时弟兄姐妹们可以互相见面，彼此祝福。南都电台 FM89.1 频道天桥之音广播节目，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将主讲兴起发光，晚上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邀请王国亨弟兄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上帝是我的老板。11点到12点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本周精选的曲目是莫扎特以及舒曼的作品。我们邀请您在新的一年与我们一起收听，并热情分享给身边渴慕信仰的朋友。为了筹措虹桥传道会偏乡弱势幼儿音乐才艺品格营的经费，我们义卖北港黑金刚花生，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支持，敬请大家每人邀请5位亲朋好友共同来参与这项义卖活动，我们帮助更多的偏乡弱势儿童。我们台湾是土豆面积最大的一个婚姻馆，婚姻馆种植面积最多就是在我们北港，每一年我们土豆北港每一年的土豆产量差不多有2000公顷左右，2000公顷，尤其呢是那款叫做乌金公的土豆呢，这十几年来这新品种出来，经过我们农民来栽种，经过农民一段不断的改良，所以乌金公这几年来销路可以说广受到我们台湾百姓我们人民的认同，只要想到北港，就想到土豆，想到大饼，想到麻油，也欢迎全省各地所有的朋友，过年也到了，就来北港佚佗，来品尝我们的一些农特产品，这农特产品呢是跟北港的特色，北港才有。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财团法人我们虹桥传道会来照顾到我们的一些小农来采工一些我们的土豆准备要对做一个义卖，在这再一次感谢我们虹桥传道会我们杨总干事非常感谢您。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义卖的商品当中还有社区同工自制的美味腌制萝卜，还有香辣可口的辣椒酱哦，请向志工索取订购单。活动时间是从1月8号到1月22日，联络电话是06-2971-595 2971-595，请洽邱姐妹。接下来让我们以更加喜乐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